kita ucap tahniah kepada keluarga Benghok, tetapi kita mahu siasatan yang teluh dan mencari jawapan apa sebenarnya berlaku pada hari itu. And bring back the justice for Benghok and Malaysians. Meminta bahawa Perdana Menteri memberikan satu kenyataan apakah tindakan oleh kerajaan Malaysia tentang pembunuhan yang bukan sahaja zalim dan memalukan Malaysia. Jadi kita tidak mahu kes ini ditutup begitu saja. Adakah anda masih ingat janji-janji anda sebagai seorang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Hello， 欢迎来到记者茶水间，我是智正。那十五年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如果十五年前你刚刚出生是一个刚刚出生的一个婴儿，那你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已经是变成一个努力求学、活泼好动的一个中学生、一个青少年。那十五年前，如果你是一个青少年，那你现在可能已经是出来社会为生活努力打拼，变成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那十五年前，如果你是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的话，你现在就会来到了四十五岁正值壮年，可能会有一番事业啊，或者是美好的家庭。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在十五年前，2009年的7月16号呢，却发生了一宗轰动全国的坠楼命案。那就提起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肯定不会感到陌生，那就是赵明福。那赵明福，在发生这个命案的时候呢，他当时只有30岁。那为了纪念赵明福逝世15周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邀请了两名就是00后的年轻人。上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赵明福事件是怎么样影响他们，包括说，因为两位都是参加这个学运的一个大学生，还有就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样子，所以可能可以聊一聊他们是怎么样去这件事件怎么影响到他们，包括现在修读法律系，还有加入学生运动等等的一些影响。我们欢迎就是首先有品纯还有静杰 ，Hello， 欢迎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哎，当然我们现场还有一位嘉宾，是大家相当熟悉的，就是赵明福的妹妹，就是丽兰。她同时也是赵明福民主促进会的副秘书，我们欢迎丽兰。大家好，我是丽兰。那丽兰，我们待会也会请丽兰跟我们分享一路走来啊，就是一直在为哥哥寻求正义的一些心情，还有点点滴滴这样子。那我们首先可能先来从两个年轻人来聊聊这个话题好了，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命案是在2009年发生嘛，是，就是在7月16号的时候，那当时候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你们当时候都还是未成年的嘛，就是还是孩子，然后就分别一个是9岁，一个是5岁，就是都还是小学生，甚至是幼儿园这样子，就非常年轻，所以想问一下你们当时候是怎样的，就之后啦，是怎样的一个契机下，就是可以接触到这个赵明福的案件啊，包括说当时是透过什么样管道知道这样子的事件，可能先请最年轻的，没问题，静姐来聊一下。也像智正讲的嘛，十五年前5岁而已，然后真的是我相信很多人，我相信我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都很多都对这个事情都忘记了，都没有这样的放在心上啊。然后其实这，但是我觉得在华人圈子里面或多或少都听过赵明福这个名字啊，都听过这个冤案啊，可是我们很少去很深入的探讨到底他为什么是冤案，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案件，而到底他对马来西亚的民主还有他的体制的影响是什么。但是这个案件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当我们讨论民主议题的时候，我以前是参加辩论的嘛，就一直会听到这个议题，只不过是现在我进了法律系，真正去参加学院，真正去参与这个摧毁，我才明白原来这个事情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公义的事情啊，因为它很明显就是一个冤案，可是始终他们没有这个政治意愿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现在很大的困境，就是我们年轻人这一代已经很鲜少去真正放心思在了解这个事情上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赵明福的委员会想达到的，就是能够提高政治醒觉，让人们真的是去了解这件事情的影响。所以你那个时候是怎样从什么管道知道的？就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也很愧疚啊，就是我没有很认真去查这个东西啊。就我知道有赵明福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民主的进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现了，所以是肯定会看到这个东西，就新闻啊或者媒体，就可能在学校的时候参加辩论的时候，在看一些课题的时候都有了解，是，只是很没有详细的去了解它的脉络、啊。只不过现在我了解它的脉络过后，我了解整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过后，我就真的是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
那品纯呢？哦，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我九岁嘛，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早上看到新闻，后来我去学校，我去上学的途中，我家人在我上学的时候，他们会播那个晨间新闻，然后也是有听到这个新闻，然后在学校，就是在我们课堂上的那个道德教育课。通常每一个星期，我们的校长都会用一节道德教育课进来班上来跟我们讨论说，这个星期这一周，国家发生什么大事情。然后我也记得说，校长特地用了一整节的课来讲这一件事情。但是那时候太小，所以不知道说为什么一宗命案会弄到那么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每一天都会发生命案，命案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事情。小时候并不知道讲它背后有什么那个政治脉络，后来到了比较大的时候才知道讲，原来是它背后会有一个会有这些一个争议，所以才造成讲这个案子那么的那个扑朔迷离。然后也是到了比较大比较懂事的时候才会了解到讲，没有人应该这样不明不白死在一个拘留所里面。在当一个人被拘留在public authority 公共叫什么 public authority 的那个监管之下的时候，相关的人士是有那一个责任去确保说这一个人在我的监管下是安全的。所以说我们的政府MCC 也是政府的那一个机构嘛，但他并没有做到，并没有确保这一点，这个是不对的。并不是一个正义的体现。而且当我们讲正义的时候，其实也包括了那一个获得真相的权利，获得真相的权利也是正义的一环。就在你们的认知里面，就从小一开始的认知里面就认为说这个赵明福案件是一个有背后的一些政治操控那样子，还是就是一个冤案那样子？那时候对我而言就是，我觉得我们只是一直听说还有政治阴谋、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可是我们先少知道到底这个真的政治因素是什么，到底这个问题是存在什么。然后到了进入了法律系，然后真的是去了解整个事情过，用法律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过，我觉得是真的有，它是真的有法律的争议在那边，它是真的有问题在那边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司法是算有给我们的司法算是有判，讲说这件案件肯定是他杀了，在上诉庭这边已经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在于我们的执法机构完全没有这个效率而已。到了现在，他也没有去以谋杀的条文去查这个案件啊。所以你法律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惋惜啊。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国家对一个案件，他的政治意愿都没有，他是一条人命啊，而且不只是一条人命吧。我们讨论的是整个国家体制，这个执法机构的体制问题，就是不应该在拘留所里面对一个人是这样的不公，是这样的残暴。因为他们在那个拘留所里，他们在执法机构的底下，像平春讲了，他们是属于比较弱势的那一方，我们应该保障他们的权利。更何况赵明福今天不是一个犯人，他就算是犯人也不应该被这样的对待，更何况今天不是犯人，他只是一个证人。是，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惋惜啊，当我真正去了解这个事情过后。所以就会不会说自己案件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也是因此对你们有一些这样的启发，就是包括说接触社会运动啊、学生运动啊这样子，可能品纯可以聊一下，就是因为你也是马大青青年的前主席嘛，现场有一个现任主席跟前任主席，所以可能是这个案件有没有说对你起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案件的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它算是我懂事以来所记得的第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运动这样。然后其实我自己的家人呢也是有持续的在参与社会运动，所以讲在这一些年来，我其实并没有跟社会运就是公民社会的那个发展脱节。我一直知道讲这些年来赵明福案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讲我最近几年我才到吉隆坡来读书工作，但是几乎每一年的那个公祭，我都会
我都会知道说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会看到相关的那个新闻。赵明福案件算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让我想要学法律 的一个契机。接下来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讲 Brexit 啊，那个反莱纳斯运动啊，这一系列的公民运动，他们就是都是成为我想要去用法律去改变这个那个社会 的那个动机，就是一个启发这样子。是，对我而言，其实老实说，因为我在加入法律系和加入学院之前，我并没有很了解这个赵明福案件的整个脉络，所以它也不是导致我进学院的一个主要目的。进学院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法律的人就是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就要去实行。但是现在了解这个整个案件脉络过后，我觉得它会给我带来的启发是，我会更加坚定我想要靠我所拥有的知识和我所拥有的能力去做出一点点的改变，哪怕是一丁点也好，我也想要继续这条路。因为我们每次谈正义，我们每次谈体制改革，我们每次谈权力，这些东西看似很遥远，只不过当赵明福这个案件摆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赤裸裸的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一直以来所谈的体制改革，我们一直以来所谈的正义，它不是那么遥远的，它是真的就一条人命在那边，它就真的是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怎样对我们人民造成伤害的。所以它会让我想要坚定在这个路上学好法律，然后做好学院，然后把这个东西做出一点点的改变，哪怕很难也好。对，因为你们两位都是法律系的学生嘛，所以是想问一下，因为据了解你们都是有去研究啊，就是说包括去看一些 case study 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讲赵明福案件是一个扣留所死亡的一个案件嘛，所以你们本身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吗？就是说目前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司法缺陷呢，是需要进行怎样的一些司法的一些或者是体制上的改革啊，来去改善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讲，如果说有人在拘留所里面死亡，然后他的家人认为说这个他们想要去找出这个原因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申请说去开一个验尸庭。这个验尸庭呢，并不会去探讨讲这一个人他是被谁杀死的。我看过一些评论讲赵明福的案件都那么多年了，就是你上诉了两次都还找不到凶手，就证明讲这个司法体系很失败。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的法庭已经做出了那个最好的最已经做出了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判决了，只是我们的执法机构并没有在做出相应的努力。要讲这个机构有什么缺陷，我认为会是由于说主持验尸庭的法官他们并不是医生或者是有医学背景的，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充分理解提呈的证据的那种情况出现，所以讲这个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不公正判决呢？以我的浅见来说，就是我以我所了解的事情，还有我觉得一个人类应该要有的道德价值观来看这个脉络的话，其实我觉得从一个角度，人们最多评论就网民啊，还是人民他们最多的评论，就是说，其实政府还没有民事诉讼啊，造假已经民事诉讼成功了，已经获得了66万的赔偿，所以为什么还要去刑事？为什么还要刑事诉讼呢？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律的意义其实不一样，因为民事诉讼，他没有去还造假一个公道，他只是承认了有这个疏忽而已。可是他从来就没有说那些反贪会的官员他们导致了这个死亡。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不只是要这个赔偿而已，理由很简单，因为赵明福他需要一个公道，没有人为这个东西负上责任，而且政府的态度也很明显，他们只是讲自己疏忽，他们从来没有想要去做这个体制改革，他们从来没有想要去认错。然后谈到这个东西以外呢，其实政府的态度是非常的不可取的啦，因为我们谈到转型正义这个东西是我们马来西亚一直都做不好的。转型正义总共有4步，如果我们要去第一步就是我们应该要去查出真相。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到赵明福案件今天政府只到了做到哪一步，他充其量是做到赔偿的那一步而已，所以我们距离这个体制改革很遥远。其实今天司法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司法已经给出了一个非常公正的判决，已经给这个冤案一个解释了，也就是这件事情确实是他杀。
所以说其实司法已经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指示了，只不过执法机构政府这边他们始终不肯有这个政治意愿去做出这个调查。就比如到了现在他们还是以342条文，也就是非法囚禁去调查而已，但是上诉庭已经说了这件事情是属于他杀了，就是不管是误杀也好还是故意致死也好，至少应该要以302条文或者304条文去开启这个档案调查。可是我们可以其实看到警方始终没有这个意愿，内政部也完全没有这个意愿要去调查。然后根据塞夫丁他们说2023年8月已经呈交给检察官了，他们在商量这，可是到了现在七月了，差不多一年了，到底这个进展又到了哪里？还是没有下文了。是，所以很显然，不管是调查这个真相还是起诉，我们可以发现到很遗憾的是，政府都没有这个政治意愿。然后再谈到最后一步，就是体制的改革。其实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赵明福案件，除了是还一个公道外，我觉得我们更加反思的是我们国家的下一步，因为这个民主进程到底要往哪里去？不管是竞选人也好，还是其他的非政府组织，都一直要提出一个体制改革。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个东西就是呢，我们要改革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成立一个完全独立于警方的机构，就是 IPCMC Independent Police Conduct Misconduct Commission。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能确保说，如果警方他确实有做出这种不当的行为、权力的滥用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团体去制衡他，可以有这个正确的上诉管道。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政府完全没有这个意愿。所以回到那一个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一直强调要刑事诉讼，让那些犯人也受到制裁，不只是为了还赵明福一个公道，更是要让我们的国家走上正轨，这条体制改革上的正轨，这条人民权利上的正轨。是，所以刚刚提到的是一些制度改革上面的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嘛。所以我们都知道接下来过几天，就是7月13号到7月15号，这个赵明福民主促进会也是会举办一个叫正义之行嘛。那刚刚提到的制度改革也是其中的一个诉求嘛。那可能也是可以先请丽兰来聊一聊这个接下来几天要举办这个正义之行啊，是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正义之行的目的是主要是以我们赵家的立场来说，我们是希望告诉我们全国人民，我们今天还在坚持着为民福讨回公道，然后我们还在等待一个答案，一个真相，就是这是5年来我们所诉求的。然后第二个主因就是我们希望说经过这一个正义之行，然后可以让全国各地看到我们的决心，然后我们希望他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然后来向政府发出我们共同的心声，就是说我们希望体制改革，我们希望民富的案件可以沉冤得雪，那么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马上行动然后我们所以我们会从案发现场，就是巴扎马萨拉夏拉姆的巴扎马萨拉是时任就是当时的那个反贪会的办公室，民富最多的地方。从那边开始，我们就步行到我们的国会。一开始我们是准备去布城首相署，但是我们又想回去说，去年的11月，我们其实安排了期间呈交备忘录，然后希望说首相可以接见我们。但是他安排了一个小职员来见我们，然后那小职员也是通过一个纷扰才愿意给我们一个合照他开始的时候也是拒绝所有的书面或是和相片的证据，说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这个，连合照都不可以他们也拒绝。但是经过我们协商过后，他们想说好，你们可以拿一个照片当做是一个证据，说你们已经成交了这个备忘录。但是我们想回去这一个情形，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这次正义之行，我们同样时间走同样的这个成交我们备忘录到我们的首相署最后我们也是会石沉大海。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国会在那一段时间是有在开会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去到首相署
然后可能我们的首相也不在那里，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去国会的话首相肯定会在那里，因为国会在进行的那个会议，然后我们就可以见部长，所以这是五周这是五年来都支持我们的那一些部长，支持我们的诉求，跟我们一起战斗为民夫伸冤的这些部长，他们都会一同的支持我们的这个诉求。好好，那刚刚丽兰也是有提到说就是我们会从这个 Plaza Masalam 这边开始游行到国会嘛，所以这整个过程可不可以聊一下为什么会当初就是你们会为什么会选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去表达你们诉求，就是用步行的方法。其实这是五年来我们每一年都在想着有什么方式让我们的全国民众可以跟我们参与我们的活动，还有一起支持民夫为民夫伸张正义。过去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包括他舞台剧，还有曾经去过在这边楼上我们有办过那个漫画展啊那些，还有表演的一个呈现。然后今年我们是觉得说今年第十五周年了，是是一个很长远的路，就是说可能我们要以不一样的心态，因为过去的我们可能只是几个小时就结束了，这是想说可能我们拉长一点时间，就是三天的一个三天的一个活动，让全国各地的人民他们可以在这三天里面抽一些拨空一些时间，然后参与其中的一些环节也好。纵使你不能从第一天陪伴到第三天，你可能只是参与我们一公里或两公里的那个路程，随时都可以加入随时都可以加入我们。这样子要从就比如说，如果有些观众有兴趣的话，要从这样的管道去知道怎么加入你们。我们的那个 Facebook 有 live 然后我们会在时不时在我们那个 Facebook， 还有我们 Instagram 我们也先做了一个 Instagram， 在这些平台上我们会update 我们做的那些行程到了哪里，然后我们在哪个地方休息，就是赵明福民主促进会的这个 Facebook Instagram 都有了，都有所以就是想说你们三位都会全程参与吗还是怎么样？我是全程都会参与。你们呢？我应该会参与两天左右。我是参与那个正义之行的最后一天还有他的追思会。所以是要请假去出席吗？因为那天是星期一嘛，是吧？是十五号的时候。就十五、十六，就是第三天的这一执行跟去国会城郊备忘录，还有一个是居士会，是星期二晚上。但是晚上那个不需要请假，所以基本上只是需要请假一天，星期一早上。就是如果大家上班没有时间的话，也是可以到晚上出席这个居士会的活动。那你们目前的这个反应是怎样啊？就是有没有很多人报名啊？还是说我们基本上已经就是各个因为是三天的活动嘛，这三天都有人报名了。我们是希望说希望大家可以热烈支持我们来陪我走一段也好就是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继续走下去。就算没有报名也是可以透过这个 Facebook 知道你们在哪里，然后也是要去参与的。可以你们随时改变主意说还是你们在附近了，你们觉得哎呀你们还有时间，然后你们想说在行动上至少这十五年在这行动上支持我们，那你可能在这来陪我们走这一段路 1km 2km。 所以你们这三天是没有过夜了，就是到一个地点，就比如说第一天 Plaza Masalam， 然后就走到班达三位，然后就结束，然后就第二天又在另外的行程，然后第三天再从 Brickfield 走到国会样子。但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第一天走到一个let's say 我们从 A 走到 B， 然后我们大概是六点这样子结束了，早上九点我们是在 A 的时候，然后在 B 的时候我们结束过后我们各自回家，然后我们尽量安排有 public transport 的地方，或是大家可以有可以找到回家的路，Grab car 那些都可以，比较方便的地方。然后从第二天早上呢，会是从 B， 就是我们第一天结束的地方的时候的地方那边集合，然后从那边再走过走去 C 这样子所以详细的路线都会在这个 Facebook、Instagram 都可以看得到。那
在这个因为过几天就要举行了嘛，就想问一下你们目前是有没有说通知警方啊，还是说会不会担心说当天会有被警方骚扰啊，还是拦截啊，有没有想到一些怎样应对的策略这样子？其实我 是想跟大众说啊，就是你们不用担心啊，这个东西这个正义之心我们其实已经有跟当地的，因为一个路程蛮长一下，所以我们也跟当地的那一个IPD 报备说我们会经过哪个地方办这个正义之行，然后已经通知他们了。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促进会也有准备一些律师就是 standby， 如果还有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们会支援我们。现场我们也是有见习律师嘛，所以是如果遇到这样子被就是被警方啊骚扰啊，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在新国博选的时候你们到有一个寻找首相一个活动也是有被警方去拦截嘛，这样如果这个正义之行也面对同样情况的话，你觉得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你们两个都可以分享一下是可以怎样应对呢？首先如果是参与者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可以直接跟警察说，哎，那个主办方 在哪里，叫他们自己去找主办方。就不能够骚扰 我参加的人。一般上警方不会去骚扰出席者，他们会去找主办方。然后如果警方要求你要求你做什么，你可以你只需要出示你的 IC 就好。然后大家也不用紧张，是因为在和平集会法令底下警方不可以警方就算到了现场他也不能逮捕出席者，他也不能强行驱散这个集会，他只可以在过后找主办方算账而已。然后而且像丽兰讲，我们已经有通知我们会议经过的地点的那一个 IPD 警局总部，所以说他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那个 notice， 所以他们不能讲说你们没有遵守和平集会法令给那个 permit，所以大家就连这个和平集会法令也是没有要求要申请什么准证嘛？没有、对，在这个是也是很多人的那个误解，很多人以为在和平集会法令底下你需要得到警方的那个批准才可以，你才可以去做这个集会，但不是，我们只需要通知警方而已，只要给一个 notice 给警方，然后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你们到了国会之后就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吗？就是要交备忘录嘛，所以这目前是有联系了首相署啊或者是部长啊等等。我们有安排就是说我们会通知部长，我们比较熟悉的部长说我们会到国会成交这个备忘录，希望他们安排那个哪一位部长？暂时是几位部长啊哈，不敢讲是谁怕他们到时候没有出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几个部长，就是可能好像念群立康，就是我们之前接洽过他们呢，我们会通知他们说我们会到那边，因为在过去他们也曾经说答应我们家属说会安排接见首相嘛。所以如果当时候也是有在野党的一些议员拿出来的话，你们也是会去要求他们或者是麻烦他们在国会代为传达这个诉求。当然我们见到所有的部长都一视同仁，而是希望说不管朝野了，不管朝野我们都会有机会接洽他们的话，我们当然会跟他们说去让他们帮个忙提关注一下民夫案件，然后为我们伸张正义。这样子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活动吗？就是想要知道年轻人的这个反应呢，就是包括说同学啊或者朋友啊有知道这样的活动吗？因为这次活动其实我们不只是有讲说那个路程，我们的社交媒体不只是有那个路程而已，我们还有制作很多的懒人包，所以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提高年轻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政治警觉啊。像我去像我有份制作这个懒人包，所以做好过后我觉得真的是能帮我们更了解啊，所以我们有一直在传，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他们也是对这个事情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们的社交媒体它是有两个语言的，所以我们的目的也要让这个事件被全国人民都看到，不只是华人而已，我们想要让吴毅也看到，想要英也看到，让乔总也看到，因为这不只是一件华人的议题，这个是我们全马的议题，所以目前的反应算是 还可以啊，可是我们希望的是更多人可以进行一个了解，就算真的是不能出席这个正义之行，不能出席这个追思会啊，可是可以帮忙分享，可以帮忙更了解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帮到的。除了参与这个步行之外，其实还有什么样的支持的方法？
事实的方法，最简单是捐钱了。对，那个关于因为赵明福的这个案件，它只是一个持久战，已经十五年了，所以讲，他会用到的那个资金很多。其实像是走那个法庭程序，他需要用到钱是不少。虽然讲我知道那个卡巴辛和他的家人们，是在做义务的那一个法律援助，但是你要入禀法庭去提成一个案件的时候，他需要用到的钱是不少的。然后这十五年来，每一年所做的那个纪念活动啊什么，全部都是需要钱的。今年的那个用到的钱尤其多，因为这是一个四天的活动。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不能身体力行来参与我们的话，大家也很欢迎去我们的那个社交媒体看找我们的那一个捐款资讯，大家可以小额捐款多多益善。就是不管是要参加步行也好，或者是也是可以通过捐款来去支持。还有没有买T-shirt、这十五周年我们制作了一个新的 T-shirt、希望大家可以买一两件回去、然后如果去散步的时候啊，可以带着就是传着它出去、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明福的案件。对，就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对，因为它是很漂亮的 T 恤，所以说你平常也可以穿出门逛街。是你们负责设计的吗？没有，我在找设计师设计的。好，了解。设计师也是一笔费用。对，那回到丽兰身上，我们可能也可以聊一聊，就是丽兰本身的一些情况，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从过去十五年来，我们都一直在媒体的镜头前面看到你嘛，就是大家可能都不会陌生。那我们也知道说你始终都是代表着赵家嘛，就是站在很坚持的站在年复一年的站出来，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明福啊，然后要为明福讨回公道啊，希望自己能够生长这样子。所以想问一下丽兰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现在已经结婚生孩子了嘛，所以这十五年来，就包括说到现在已经是为人母亲了，你整个心态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境上的一些转变？应该跟四五年了，毕竟也不年轻了，从当时不到三十岁，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了。就是其实在就是力量上也比较弱一点，就是可能这个正义之心其实对我是一个挑战来的，因为我需要走完全三天的行程，就是一天大概20公里。我最多我参加马拉松也是10公里而已，而且是很多年前。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啊，但是除了身体上比较弱的，但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个案件的这个诉求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也没有从来有任何的一秒钟说想要放弃。这是我坚持十五年来都，我相信我在接下去我也会坚持这一点。所以我希望说不只是为了民福而已，其实这个案件背后争取到的这个正义跟这个真相，最后最大得益的者是我们全国人民。因为在这个在争取这个正义的之后呢，这个我们的体制改革会有很大的变化。那民福已经去世了，他已经不在了，他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一个体制改革的这一些成果。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就是我们像所有的民众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安全的一个执法单位，在处理我们所有的案件上，可以不再有发生有人白白死在执法单位这样。除此以外呢，我就觉得说我身为母亲，我会更能体谅到我母亲的不容易。就是说在明福他的孩子辛苦生出来养育，进了大学，刚刚好是时候要成家立业的时候没有了。然后到今天没有一个原因这个答案，没有人为这个案件负上责任。那现在爸爸妈妈情况都还 OK 吗？他们毕竟也年老了，那十五年过去了，父亲基本上也不能行动不便了。就依靠母亲一个在照顾他。母亲的身体情况还好了，就是
也还是会有一些病痛，但是基本上还可以自理什么的，很好。嗯，那我们都知道是明福的太太跟孩子现在是在柔佛生活是吗？嗯，就因为我刚刚一开头也是提到说，那时候如果是刚出生的话，现在已经是十五岁了，所以他现在儿家也是十五岁了。嗯，儿家的性格比较像他父亲。嗯，他也比较健谈，然后他很开朗的一个男生。就是他，如果他通常会是在学校假期啊，然后长假回到，或是农历新年啊，或是我父亲身体抱恙的时候，他就会回来探望。但那回来那几天都好啊，他都会跟家里的小孩打成一片。是3岁到80岁都可以。啊，就会跟他们讲话啊，跟他们谈天啊。这也是一个很外向、很健谈的。很健谈的一个男生，他比较像。啊，幸好他性格比较像明福，就是比较好沟通，然后很容易，融入一片，跟人家融入一片，就现在还在柔佛求学这样子。在读中，现在初中二。明白。那其实刚刚也是有聊到说，就是在过去这一两年嘛，就是这个赵明福民主促进会都一直有在希望可以见到首相嘛，但是一直都见不到。那我们想要了解的是，可能请你来分享一下，因为过去不管是每一年的公祭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行动党的领袖啊，或者西盟领袖都会出席公祭嘛，然后就一起讲说要讨回公道这样子。但是因为他们现在是第二度执政嘛，在外界的眼中就是，哎，他们为什么好像变安静了，然后也好像没有什么作为，没有什么行动这样子。所以丽娜你怎么看？就是会不会说很失望啊？他们现在已经当了政府啊，但是他又好像没有做出什么样的行动这样子。一开始这样说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们他们第一次执政，我们其实抱着很大的希望。而且我们的当时的行动党秘书长也是说，他们希望重新开案。但是最后政府编出了一个342来调查这个案件。然后又不了了之，然后就倒台了，就是在22个月里面也做不到东西。那当2019就是他们倒台过后的那个公祭上，我们的那秘书长也是跟我们解释了说啊，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西盟的第一个内政部长是穆尤丁，就是他表面上合作，但是私底下是没有任何的交际。没有任何的行动去调查这个案件，所以就造成没有翻案。那么是说这第二次执政了我们也应该要给一点机会他们说，让他们有一些成果出来，行动上可以做一些事情出来。但是我们始终都认为说一个重新开案的这一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行动，所以必须要有一国之首下令，然后各个部门才会合作，然后去调查。但是我们连见首相都安排不到啊，就是这一个东西是确实是令人失望的，因为我们在去年的3月已经见了我们的行动党现在的秘书长，就是陆兆福，他说会安排我们见首相。然后我们有一次去了布查加亚，然后我们在去年的公祭和闭门会议首先的两个当时的两个部长，一个是让嘎包跟张年群，我们也是在表达我们的诉求。我们希望说通过这些内部的管道可以安排到见面，然后我们可以成交我们的诉求和看到我们的首相对这件案件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当时候其实丽兰玲，我记得你也是有讲过说，就连当时候前首相拿吉的时候都有愿意见赵家嘛，但是现在安华一直都不肯见面。就是你们在跟行动党的领袖啊或者部长啊他们在接洽的时候，他们有没有透露过是什么原因，就是为什么到现在都安排不到这样子？之前呢，我去年之前就是我们去成交备忘录过后他们一直以来都跟我们说他们在安排着，然后说需要首相安排真正的安排这个日期，然后直到这个新古毛的这个我们去新古毛要见首相，然后我们再去跟进的时候，他们说首相希望所有的现在法庭上走的这个程序走完了，
啊，他才要见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还有一个司法检讨，警方在这十五年来没有结案的这个诉讼，啊，只是起诉警方而已。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没有跟揪出凶手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起诉警方不会把凶手拿出来的嘛，对吗？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不认为说我们的首相需要等到这个司法检讨结束过后才见我们造假？我觉得这是一个拖延时间的一个手法啦。是，因为包括说之前帮赵家做代表律师的葛冰心啊，现在也是在内阁嘛，这样有没有透过他就是在内阁传达向首相传达这样的诉求啊？包括说我们已经拿部长了，经过了好多部长，包括李康，还有李建聪，还有张念群、Ram Kao Pao，刘振东也是见过了内政部长，然后还有陆兆福，这些部长都听了我们的心声，听了我们的诉求。我除了正义之行可以可行之外，我还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去见首相。就是一直在拖延呢，政府方面。所以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说，因为之前好像在新古邦补选的时候，你们去要选找首相的时候，就是这个行动党部长李可明他也是有讲说嘛，就是赵家现在好像是在挑起一些平常没有的课题啊，然后他们就讲说他们并不是毫无作为，他们只是在默默的在处理。所以你觉得有这个默默处理是有在进行中吗？我觉得李部长可能说他太忙了，他没有真正的去看我们社会发生的事情，包括我们赵明夫的这些活动。从去年的三月见陆兆福，或是六月份闭门会议，和公祭，甚至是追思会，还聂群和浪高报都有来，然后我们去首相署，就是这一系列的活动都在报章上，或是Facebook，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可能你不想太忙了，没有看到这些。这不是新古毛，当时我相信去年三月的时候，李吉祥也不会想到他在各年会离世，对吗？你不能说这个事情我们在他离世过后才挑起来的，对吗？所以怎么可能是平常时间没有提起呢？那三月份、六月份那几个活动跟十一月份的时候，这都是平常天没有补选的时候，也没有大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做的。只是李部长太忙了，他没有看到。所以我相信可能他身边人他很忙，但是身边人会告诉他。对，因为其实过去包括行动党或者西蒙领袖都一直有在提到说赵明福的案件那样子，但现在反而好像相对上台之后的一个态度就有些转变，就有人会讲说好像有点过河拆桥这样子，有这样子的感受吗？其实在等着这个7月21号，大家欢迎大家来7月21号早上8点，我们在神明业的富贵山庄世外桃源有行动党主办的这个公祭，我们希望说所有的部长或是还在关心这民夫案件的民主行动党的领袖能出席这个公祭。我们希望说到时候我们这些部长和这些领袖呢能给我们一个解释。所以就是说接下来都有一系列的活动，包括说正义之星啊，然后追思会还有公祭，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参与。对，这些活动都是公开给了所有人参加的，所有人都欢迎出席。明白。那最后也可能请两位，就是说因为两位都是年轻人嘛，有没有什么想要就是针对这些案件的话，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可能年轻的一代的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呼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每次要了解政治，其实因为政治它其实就渗透在我们每个人啊。我们在大学生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忘记关注这种议题，他们很多都忘记一个道理，就是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可是我觉得这个精神还是要存在啊，因为它真的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就像这一次的案件一样。所以这条路我觉得我会就去走下去，因为真的是要提高这个政治醒觉给普通人民，给他们知道我们大学生是有这个力量来说来
表达我们的诉求，嗯，来给政府听到，尤其是关于这种非常悲伤我们也不想看到的事情上面。嗯，评审。OK， 在那之前呢，我想要呼吁大家参与我们正义之行，因为我们正义之行有两个比较重点的，有两段比较重点的路程。第一段是第一天的第一段路，就是从 Plaza Masalam 到雪州行政大厦，然后到现在的那个 MCC 总部的这一段路程。然后另外一段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段，就是从 KL Central 到国会的那段路程。这两段路程会是我们的那个重点行程，所以讲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就是如果大家不想参与整三天的活动的话，你可以挑其中一段来参与我们，那都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然后回到那个问题，就是我身为年轻人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身为一个法律系的学生，毕业于法律系的学生，然后参与了好几年公民社会的一个热心公民，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在评估一个国家它是否文明、是否进步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看这个国家它赚多少钱，它 GDP 多高，它建了多少高楼大厦，那个它的那个城市有多么的发达。我们应该要用于评断的标准是，这个国家它有没有在尊重它的公民，它有没有在重视每一条生命，不管它是不是你的公民。他有没有在奉行一种 leave no man behind 的那种精神，就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讲这件事情过去了十五年，我们就不去探讨它，我们并不能讲那就算了啦，你十五年了你还可以做什么，并不是这样的。有些事情它不可以这样，我们不能这样就算了，我们不能让它这样就我们不能让那个真相就这样消失掉。赵明福只是其中一个案件，还有很多很多记录所死亡的案件是没有被报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并不能觉得说就只是一条人命嘛，并不是这样，每一条人命都很重要。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是不是公民，不管他是什么种族，每一条生命都需要被重视，每一个真相都需要被报道出来。转型正义这个概念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讲就是讲不管过了多少年，就算是相关的那个人士都已经不在了之后，你还是需要让这个国家的后代知道说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我要讲的，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国家，还是要有保障一个人权的一个基础。其实就像德国，他们二战过，他们有去面对他们的伤疤，他们有进行一个反思的行为。大马在这条路上还是很长啊，转型正义，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慢慢的去反思。像吴一山，像这个赵明甫事件，对。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到是你就是需要一个政治勇气，一个义无反顾政治勇气，一个义无反顾的政治意愿。可是很遗憾的是，我们还看不到这一点了。因为这个它不只是保障一个国家的下限，而是一个国家的上限了。它是代表那个国家的文明到什么地步，它是代表那个国家到底多么的注重它的人文素质，多么的注重它的权利的保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国家不可以只是谈经济发展那些东西，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注重文明的国家，还是要以人为本的。是，那丽兰有什么要补充吗？我是想呼吁大家说，过去的十五年可能有很多时间没有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我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周末，拜六礼拜或是星期一拿一些时间，抽出一点时间给我们家人，陪我们家人走这一段路，然后呢，告诉我们的政府，我们跟赵家走在一起，我们成为赵家的后盾，为民复讨回公道，直到真相大白。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站在同一阵线这样子。好，那也希望就是说七月十三号到十五号这个正义之行就是可以顺利的举办啦，然后也祝福你们可以顺利的把这个备忘录交到首相的手上，向他传达你们的诉求。那同时也希望不管是首相还是政府都可以给就是早日给出一个答案嘛，一个交代，就是赵家一直都在期待的一个答案，就是
那我们都知道公益和这个正义虽然已经迟到了十五年，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有一天这个真相可以水落石出，那涉案的人可以被绳之以法，让赵明福可以沉冤得雪。所以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记者茶水间，跟我们的做了一系列的一个分享。那我们最后也要感谢 Fourth Creator Studio 呢，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提供拍摄场地。那我们记者茶水间就下次见喽，拜拜。拜。